我们刚刚从贵宾室出来了，然后现在要准备前往登机。在到贵宾室之前呢，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穿搭。我今天的穿搭呢，都是来自日本大阪的 Urban Research。先感谢 Urban Research 赞助本集播出，超级开心。Urban Research 呢，是一个有非常多风格的品牌，这么多风格里面都超级追求传递出来的质感，从简约设计到内敛的时髦，通通都有。我知道大家一想到 Urban Research 就会想说，哎，不是只有女装吗？ No Urban Research Man 就是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一整套。 Urban Research Man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非常强调实穿性，希望每一件打造出来的单品啊，就算过了很久之后拿出来穿，依旧可以强调出那种很简约内敛然后又很实穿的那种感觉。今天无论是什么年龄、什么职业或身处在什么环境，都一定可以在 Urban Research Man 找到适合自己的单品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今天穿了什么吧。这件真的超级可爱，就是给人一种很清新然后很舒服的感觉。我一直都很喜欢这种圆领长袖的款式，日本品牌就真的很会做印花，很会打造那种很美式复古的感觉。后面真的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你看得出来说哦是美式复古，但是又非常日系的这种 City Boy 这种风格。然后我一定要讲一下我这件裤子，非常适合秋冬穿的这种灯芯绒的面料之外，它是一条锥形裤。锥形裤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把身体比例拉得比较好看一点，因为像我其实才165，但是我今天看起来有没有是不是就看起来大长腿啊。另外要讲一个重点，就是它的裤子后面呢是松紧带的，像我今天要搭飞机就不能穿那种太合身太憋的裤子，这一条有松紧带就非常的舒服。另外上飞机一定会冷嘛，所以当然要带一件外套。我很喜欢是因为它是无领的设计，因为这边比较开阔，整体看起来比较高挑。有高挑吗？有高挑吗？这一件呢，它是双面穿，它外面这边是刷毛的，然后里面是这种防风材质。外面风很大的时候呢，就把防风面穿在外面，然后里面这个刷毛呢就很保暖。好的，如果喜欢我今天的这套穿搭的话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双十一正在开打，消费满3000元限抵多少？500，消费6000限抵1111，这么赞的好康千万不能错过。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参考下方资讯栏连结，然后我也会把我穿的单品的连结放在底下，大家可以赶快参考。谢谢 Urban Research， 赞，结束了，赞，准备登机 ，Go。Go side to side, stick with me and you'll be alright. I'm a hell of a guy. 现在乱流非常的晃，我要疯了。你被认出来嘞。The way I feel about you, I just can't help working for.早安，舅舅是不是？舅舅，你吓一跳，不知道楼上有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在哪里？好荒谬，好荒谬，好荒谬，在这里。耶！我们现在临时起意要出门了，然后我非常的紧张，因为平常都是我在载你。我好像鲜少搭过你的车，自从我有驾照之后，我就没有搭过你的车，因为你的技术堪忧。因为这个车库的宽度，以你的技术，你进出顺利吗？我们要去超市，然后等一下去接小孩。今天天气实在是太不好了，所以我们觉得很冷，穿着外套。我们来到这个超市叫做 Metro。 好的，我们最喜欢在国外逛超市了，每次看到排得很漂亮的这些水果就觉得很赞，然后这边的这种裸卖的青菜都会有一些喷水的装置，
还蛮酷的。现在来到 Cereal 的区域，我们有一个 Cereal 怪客要来横扫加拿大的 Cereal。 然后我记得有个肉桂口味的很好吃，那你要试哪一个？这个吧。好啊，我们现在到了另外一间超市 L Premium， 要再去进行第二回合的采买。哇，这边很像大润发吗？有点像大润发的感觉，这里面超大的，有点震惊。然后我现在找不到我姐想要买的东西，接到 Gina 了。 Adrian， 嗨，这个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啊，在玩球，真可爱。中文教学时间，一二啊列啊列，哇哇哦！今天天气超好的，超赞，终于放晴了，超爽。因为昨天就是下一些不喜欢的雨。哦，我们今天要去 downtown 吃Dim Sum。 我妈上次来也就说什么她每次来加拿大都一定要吃那个饮茶，就说这边很多人很会做好吃的饮茶。你妈上次会吃到哭啊？啊，她好像吃到感动到流泪。那是她的问题吧。我今天一整套的穿搭呢一样是来自 Urban Research， 然后我今天走的风格呢就是要很清新，就是比较浅色系的清新活泼感。这条裤子是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素的淡米色吧，直筒的裤型，所以整体穿起来呢就是很修长。你好像住在这个社区的人。我也觉得耶，整个风情就是 I live here。 哇，风景超好的耶，多伦多塔 CN Tower， 好尖哦。现在看到了一对翅膀，凡的最爱，堕落天使。你现在是迫不及待在分享给徐子凡吗？对啊，我们都会马上分享这种事情。好无聊，好无味。不要批判我们的喜好。Yeah yeah yeah。这边的景超赞的，然后这边就是自己点餐，看要吃什么就自己点。开动，OK， 我们现在刚吃饱，然后就来到旁边这个 Beaver Tails， 好吃吗？我来试吃一口。太小口了吧。哦、我们现在来到了，这边是湖吗？还好吗？总是被笨的、欸、蜜蜂一直缠着你，这样不会叮人。对，哇，这边好舒服哦、嗯、湖超大一片，给大家看一下舒服的景色。吃饱在这边还蛮舒服的。呀、yeah, ，我需要一个毛毛，太冷了。我们现在离开了，就是湖边的那一区，然后慢慢的再往更 downtown 走。然后走进来之后，这边的街景就真的蛮市中心的感觉，然后天气也没有刚才那些海风，蛮舒服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样子。很漂亮吧，还是有一些蛮有古迹感的建筑物。然后这边的整个规划呢也是可以直直的看到底，就是一样是北美这种棋盘格式的街道规划。然后我们要去的就在前面，叫做 Eaton Center。 先去 Lululemon。 你简称它叫什么？ Lule 啊。我觉得我可能出不去，哎，太夸张了，因为很多东西啊，好多可爱的颜色哦，还有紫色，哎，要买吗？好可爱哦，好像可以买一顶，虽然说我已经有五万顶紫色了。
丧丧丧，但是我今天是非常非常的克制。刚刚帽子我原本想要买五个颜色，最后只买一个颜色。刚刚又逛了几间，但都没有买到东西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？南瓜农场，听起来。南瓜农场。不然我们今天是要去哪里？今天是要去另外一个农场，完全忘记南瓜的事哎。所以不是南瓜农场，完全记在开外。哇，很会做效果哎，你很厉害哦。现在在变装当中，包装看起来没有很享受。野生老虎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这个 Riverdale Farm， 来看看里面发生什么事。然后这边已经很有那个万圣节的氛围了。Oh my god！ 我们现在要进去了。这哪是蜂巢？这有断手断脚，好可怕！这不是给小朋友的啊。里面还有人啦，真的假的啦？不知道是真的人还是假的。哦 ，Oh my goodness！ 你又在干嘛？学鸡叫，再学一次好吗？你要不要进去里面学？你可不可以学狗？我们现在要去买咖啡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加拿大这边 Riverdale 这边的这些房子，很漂亮，每一栋都非常的漂亮。看看这边这些建筑物，然后有这个枫叶这样子相伴随，太舒服了，想买，很想买耶，因为真的好漂亮哦。然后这边很像，你刚才不是说你觉得很像民生社区吗？就这个那个道路的规划什么的，然后树荫啊，树林荫。Baby baby， 你在快，他快睡着了，好可爱。宝贝，你快睡着啦，我们要去吃饭呢。睡到不行，睡宝宝，睡宝宝，睡得很熟。这是我们要来的餐厅。非常的美，有点像是一个小玻璃屋的感觉。然后它这边还有户外的座位区，看起来超赞的。等超级久，餐终于来了。然后我现在看起来像那个嘻哈小子，因为光线一直从太阳一直从旁边过来，实在是太热，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小防晒一下。耶、yeah, ，我的，哎呦，我的早餐来了，耶、yeah! ，爽啦！这边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点的麦当劳早餐。身为麦早的爱好者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加拿大也是要来试试看这边的薯饼吃起来怎么样，所以我们点了蛮多薯饼。那另外我点的是满福堡。你点的是这边松饼堡，松饼堡对，就是台湾没有的选项，等一下再来试试看。哇，这就是那个松饼堡，旁边有伊娜雷雷哭，怎么样？我蛮喜欢，因为有点甜甜的，所以它就是咸甜咸甜的，但它就是湿湿的，然后那个油都吸在那松饼堡。啊，怎么听起来你的介绍听起来很不诱人呢？来吃一下这边的薯饼。好像不太一样哎、欸，我觉得台湾的更酥，对，
然后更咸一点点。我吃那个猪肉满福宝加蛋，尺寸看起来是差不多，然后也是这种很多 cheese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整体味道就是蛮像，大概有八九成，但是可能我们已经吃习惯台湾的味道，就觉得这边它也没有不好吃，只是就是说不一样，所以心里面那个期待就有点没有符合。我们今天呢自己坐地铁出门，然后要来那个多伦多的很大的公园，叫做 High Park。因为据说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枫叶，所以我们就想说要去那边看一下，拍拍水照。超级浪漫的地方，而且它一边落叶一边……对啊，而且现在刚好是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树叶，好像看到枫叶海了。好期待，好期待！前面这里有没有一大片的？我们现在直捣黄龙 ，Go！ 超爆美，好漂亮哦！地上全部都是枫叶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后面超棒的。被认出来了，被认出来了，在合照。哎，刚被认出来啦，合照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这种国际礼遇了？有一点，因为毕竟很久没出国，加上前阵子也有点小过气。我们就随意找一个大树干，这样子靠着。这边天气跟整个氛围实在是非常的不凡儿。我刚刚已经在看这边的房子。真的很棒哎，这里就是我要住在这里，很惬意，很舒服。但是这是因为现在天气好，多伦多还没有开始下大雪。如果下大雪，你还要住这里吗？当然，我不是，就是怎么样，冰天雪地的男子。我们会在这边再坐一下，然后晚一点要去 K Town 跟我姐还有小朋友吃饭。饿坏了，刚才走太久了，走了一个小时。然后我们 Christy 这里就是 K Town。所以我们就直接去吃韩国烤肉了。来试这一间啊，梨酥。我觉得非常的好吃耶。好好吃，蛮幸福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家，因为变蛮冷了。还好，好冷，好冷。今天是我们在多伦多的最后一个全天，然后我们要去吃早午餐，叫什么 ？Good Fork。你找的？我找的、啊、我在网络上找的，评价好像还不错。好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我们今天的行程就会是随性很悠闲的到处走走。Okay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We're so excited to be here. Can't wait to show you this restaurant. But because I'm so excited, 到底到底 excited 什么？好厚哦。像棉被。刚聊了大概500,000个八卦，要带入棺材里面的八卦，现在才要来吃甜点，好吃呢。它有那个肉桂的味道。好好吃哦。所以如果它热的时候更好吃。对啊，它已经上了差不多30分钟了，但我觉得还是不错。这边的松饼都蛮厉害的。嗯，多伦多我就是非常爱吃 brunch 的城市。吃饱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请问？一个 hipster 公园。有多 hipster 的公园？上就有很多马尾。哇。
少害我啊！哎，太阳不大吗？不用戴墨镜哦。你的墨镜嘞？我忘在餐厅了。不要咄咄逼人好不好？到了另外一个公园，多伦多真的有非常多的漂亮公园。那吃饱就很适合在这边走走。来到一个大陡坡。太陡了趁着现在天气非常的赞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 Urban Research 穿搭。我今天的穿搭是走一个淘气阿丹风，有没有很怀旧？大家知道什么是淘气阿丹吗？我特别喜欢它的领子的设计，它是亨利领，这条长裤也是完美打造大长腿。这种宽宽的其实看不出来腿的那个粗细度。你现在干嘛？我现在穿的呢，就是我今天原本要去尼加拉瀑布准备的防寒外套，这是 Urban Research 跟日本职人级的户外品牌 Nanga 合作推出的羽绒外套。这尼龙材质厉害的地方呢，就是它可以透气、保湿、防泼水。口袋里面的材质是有那一点点刷毛的感觉。它这边用的是比较亲肤的灯芯绒的材质，这样不会刮伤，舒服，不痛不痒，赞赞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我的鞋是什么鞋？老爷鞋，不是老爷，老爷爷鞋。你可以帮他解答一下吗？不是说，他是想要说什么鞋？不是布鞋吗？不是，他是想要说老爹鞋啦，老爷鞋。没有发现，我要疯了，你们两个。舒服的台语怎么讲？啊，松快啊！你在学习到松快这两个字之前是怎么说的？要不要来一些多伦多的台语教室？这边的指甲店叫做 Show Nails， 修指甲，好赞哦！现在来逛逛看这一间 Cotton， 它这个是纯棉的针织套装，很难找，在台湾真的很难找。我觉得蛮可爱的，但是我上身拿的是 extra small， 太小了。另外一个是这种，很像以前爸爸会穿的这种领子，我觉得也是蛮可爱的，很漂亮的后面。我们要去做最观光、最观光、最观光的事情，就是去跟 Toronto Side 拍照。耶！这边好像是一些政府的大楼，哇，这标语超大的，有点。吓到我，很大吧？观光客一点啊你。今天好开心，来到多伦多。耶耶耶耶耶！我们那边拍200张。耶耶。小宝贝，下次见哦 ，kiss bye， kiss bye。小宝贝。哦。来。爸爸，好可爱，下次见咯。我们的 Uber 到了，现在要准备去机场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 kiss bye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see you soon， bye， 到了机场讲一声， OK， bye， bye。等超久，终于要登机了，千辛万苦，好漫长，我们好像可以飞到台湾，真的。那这一次的加拿大之旅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感谢本集的财神 Urban Research 赞助本集播出。现在 Urban Research 有双十一的活动，记得参考资讯栏的连结。那我们之后再见啦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SEB 底线底线 LO， 拜拜。 Hello Toronto， Hello Toronto， 还蛮可爱的拍一下美景。